筹办的过程当中呢，感谢神能够认识这么多优秀又爱主的弟兄姐妹，也在整个筹划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是一种享受。虽然在整个彩排到演出之前呢，是有一些插曲，但是呢最后都在大家的爱心互相包容，组内一体，以及一灵的这个目标下呢，顺利进行。那这一次呢，也得到了许多的慕道朋友，他们把资料留给我们。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位置座位有限的关系，所以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在控制人数，反而没有让他坐满，许多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去参加。希望下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租一个类似体育场的大的活动空间，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就会更加开心，荣耀主。你的音乐会，能够在台北小区四间教会共同来举办，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大家共同学习的一个机会。每一个教会可以说就像一个肢体一样发挥大家每一个教会的一个恩赐。那我想这是对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师班一个非常大的造就。在唱诗的过程，其实是学到就是互相帮补。有的人可能他能力很强，他大概唱个一次他大概就会唱了，但是有的可能要唱个五六次他都还不见得会唱。那我觉得就是强的担待软弱的，那软弱的他自己要回去要加强嘛，他自己就要更加努力。就是说在练诗的过程当中，那也大家也互相学习怎么样协调。唱诗的过程也可以体验到，就是说大家是同一个肢体嘛，然后为神的工作，然后做一件美好的事情。对我个人而言呢，因为参加这种大型音乐会的筹备，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在当中我也学习到有许多，也给我很好的一个经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投入，这都是因为有神的爱在牵引着我们。而且从筹备会议的开始是少部分的人的参与，然后接着有许多工作人员的加入，那这些都是因为有一个凝聚的力量，就是爱的凝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的这样一直的奉献付出，而且都是为了要让这个圣工能够顺利的完成。愿神祝福大家，谢谢。四间教会大家更紧密结合在一起，获得最大应该是每一位工作人员在属灵上，还有在一些事情的学校上面，让我们能够更加知道说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在场内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我们在办这个活动，都应该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都是教会的同龄，可是呢，平常我们都是在各自的地方教会，负担各自的生活。可是借着这一次，我们来一起办，觉得拉近大家彼此的距离。那么借着这一次的音乐会，我们真的是有准备同工。我相信以后我们还要再办这样的大型活动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比这一次更加的和气。一场音乐会办下来之后，不但知道我们现场的许多，包括我们教会同龄，还包括慕道朋友，在音乐上、在属灵上有一份新的感受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同工借着这一次的熟悉，这次的相处，在组内更能够邻里合一。